锵锵三人行，徐老师，哎，马博士，我们刚跟徐老师啊讲过这一集，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啊，为什么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男人女化啊，男人女化，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的问题啊。最近这个对香港男人的调查，你看到了吗？是，我看到就抽取了200个港人的血样嘛，小2/3嘛，比别的别的地区的男人是吗？政治不正确，就是说什么叫政治不正确？这个正确就行啊。可是那个事情，假如我们倒过来看，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正常的。因为任何的生物学家研究生物学的人都告诉我们，每个人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其实两性特质都有的，只不过因为时代的发展，特别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把性别分工，这个角色分工啊，男是怎么叫男人，怎么叫女人，把它分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把种种的双性的行为跟心理压抑下来，其实以前是不正常的，以前是扭曲的了，好，现在才是慢慢大家比较公开，比较放松，我们男人可以比较像女人，不管是言论还是行为还是打扮哈，你这种对，你这种解释很经典的学术的解释，可是我现在越来越感兴趣这个物质基础，生物基础，我就认为呢，这个所有新的东西啊，心灵的东西啊，其实是脱不开肉体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啊，是有，比如说啊，这个咱就中医过去讲什么吃什么补什么啊，我是相信呢、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想啊，我们比古代的人类啊，跟塑料打交道，日朝夕相处，这个难道对人的生理？你看啊，咱们学点这知识，就说这个塑化剂啊 ，DEHP 啊。是一种有毒的化工业用的塑胶软化剂啊，可以让微粒的分子散布更均匀，所以呢，常作为沙发、汽车座椅、橡胶管、化妆品、玩具的原料。塑化剂的分子结构类似荷尔蒙，被称为环境荷尔蒙，这就是我原来讲的啊，是环保署列管的毒性化学物质，长期服用，生殖系统会出现异常，这是肯定的。甚至这造成这个畸胎啊，什么甚至是癌症这些风险，我就觉得，哎，我们是不是跟这个塑料啊关系太亲近了？几个原因吧，我想从地方上看，你看比较批评男人雌化的，一般这个声音是出现在北方，以中国来说，尤其是蒙古这边。尤其北方，他瞧不起南方人，觉得你们这个不够爷们儿。哎，你们不，他们有一句话叫"纯爷们儿"，这是一句损爷们儿。哎，这个是一句这个、在美国讲政治不正确，但是在中国讲，这是一句赞扬的话，就好像这个他虽然他们欣赏小沈阳，但是他还是歌颂纯爷们儿。看，但是这个基础是以前是这个放牧时代。跟农耕时代，所以男女差别大是由这个生活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其实已经弱化了男女的这个距离了。还有一个跟你们讲跟塑料有没有关系啊？你有科学考证啊？真的是有关系、啊。徐老师，我没有科学考证，我有文学考证。不是，我最近啊，我有时候常常发表点随感啊，我请你们来帮我解读一下。我没想好啊，但是我就写这么一段话，就是说台湾塑化剂啊，让我想到这个时代啊，一切的一切啊，塑料味儿越来越重。我早就闻着很多东西散发出一股子塑料味儿。你看啊，明星。时尚、网络、爱情、文学艺术、新的电影、新的节奏、新的特技，一切都发出一股子塑料味儿。其实塑料是什么味儿？塑料是没味儿的，没错。当今一切就是越来越没味儿、乏味儿。经过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现在进入令人乏味的塑料时代。当然我是瞎掰扯啊，但是我确实觉得，你知道我怎么有这种感觉啊？我那天看到一个电影，现在新出现一个电影，你们可能都没看过，可能未来的电影啊，就根据很多电脑游戏编的，都是小帅哥靓女，相当多的特技啊，拍出的那么一种，当然也是真人演的，但是非常几乎就是特技，跟电脑游戏一样，节奏非常快。可是那个不一定是塑料了，你说的那种
电影啊，假如我没理解错的话，它里面的人给你看的感觉，甚至人的造型啊，都是超合金比较多嘛，就没人味儿，对对，就冷冰冰了嘛，冷冰冰的，冷漠的。可是这个当然从某一派的美学角度来看，那也不见得是坏的事情嘛，它是好的事情。其实整个风潮啊，我们说后现代主义啊，从70年代开始，是从建筑界开始来兴起的。一本经典的书叫做《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啊，《Learning from Vegas》，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拉斯维加斯的美学观念，还有用的材料哈、啊，大量的塑胶，没有人味的，没有人味呢。可是好在什么地方呢？组合非常方便。而且很轻，那个轻不一定是物料的轻，是心理的感觉，可以把人的种种现代主义时代的沉重结构把它拉开，把它抛开，把原来沉重的质感打掉，对，变成那些浮华的表面，对，让你生活的比较自在，人跟人的组合也比较流动，比较弹性哈。那从这个风潮后来出来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到90年代，就有文化学家就是用了那个字嘛，说这是一个塑胶时代哈，塑胶 plastic 哈、塑胶时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无重量、无感觉、无感触啊，哈，无感觉哈，无感觉。可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经不起去挑战的哈，也不想去经起挑战。你看，任何的材料，塑胶是最容易破坏的，可以弄断，可以用火一烧，高温受不了等等哈。是，问题是他们不稀罕挑战啊。我们从以前年代过来的，觉得经过挑战是好的，经历得起考验是好的。可是在塑胶年代，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好的价值。你越挑得起考验挑战的话，越不值钱，因为不能取代，不能替换哈。所以时代不一样。我觉得美国人研究的塑胶时代，跟现在香港、台湾的整个工商业流行的这个塑料味哈、有一个不同。是美国的这个塑胶时代，它是从西方欧洲的，它是从石头、木头、铁、钢铁这个时代走过来，所以后现代是对是 high modernism 的一个挑战出现。而香港、台湾，它的发髻四小龙，发髻就是塑胶发髻。他没有，我讲质感的情况，我本人有一个本能的质感，到一个地方啊，我对物质有一个基本的感觉。比方说你去日本哈、你的基本的感觉就是木头，木头，到处都是木头。这个我们不讲，都是啊，外面房间里是吧，都是而且原色的木头，没有油漆，木头。你去欧洲呢，最大的感觉就是石头，石头，地上都是没柏油路的少，主要的街道都是石头，房子都是石头。你去美国呢，你第一个感受就是钢铁跟水泥，哇，这个大楼啊，马路，钢铁，纽约，就是你就是大钢铁，你整个城市一个陷入的这一个就是汽车时代，这个工业时代。你一到香港呢，你这个感觉就是玻璃，就是他们香港有这个玻璃变钻石啊，玻璃变钻石啊，这个就是玻璃反光，然后那个金属呢，都不是很重的钢铁的，对，都是那些薄薄的轻飘飘火柴盒铝片，对不对？对，那台湾的质感呢，我现在就变成一个塑料，啊，优质良品啊，都是那种就是那种制造的塑料。那我本人呢，我的趣味呢，是木头或石头。中国大陆这个质感是什么呢？什么呢？泥土。你到了任何的地方，那好的来讲，象征上我们崇拜土地，和现实当中呢，满街都是土，同样一个工程，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土，在别的地方没见到那么多土，我们就是土，这是不是质感？我觉得我们这个。香港、台湾的个塑料时代，跟美国人讲的塑料时代，跟他们学拉斯维，他们学拉斯维加斯这么一个说法，他们大部分的城市是在钢铁跟石头的基础上，而我们真的有的地方，那真的是拉斯维加斯，像深圳这样，那真的就是拉斯维加斯了。你看哈，我前一阵看见就说这个，就是时代不同了，就是。在德国还是我们一节目介绍桥梁，说德国不是德国，英国好像纽卡斯尔那附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桥，现代设计。这个桥啊，就像个眼睛一样，它是船一过来啊，呼它就起来，然后平常呢船不走的时候它会下来，这个人可以从这儿走，然后它就对比啊，说是美国这个金门大桥当年是花了
几上千万的美金，然后说十万吨的钢材。但是就说现在伦敦的就是英国的这个纽卡斯尔的这个现代设计的轻飘飘的这个小桥，他说造价2000万英镑，用的钢材大概就几千吨，我就觉得这个要叫我觉得就是不值，就是这么一个，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设计，就这么一个设计，同但是这个花的价值啊，这个价钱呢，几乎跟当年的美国金门大桥一样的价，差不多。你说知识产权，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家辉是要讲讲 Chicago。那因为子东先生讲到说香港的感觉哈，对，我们在香港长大的确哈，经历了整个香港从小城市变成大城市，突然之间到处都是玻璃幕墙啊，高楼大厦。可是高楼大厦每个城市的感觉都不一样。那后来我20多岁离开香港哈，先去台湾读书嘛，到台湾读书又不一样，台湾相对香港还是比较乡下哈。我还记得我在台湾跟一些台湾的同学到郊外哈走动一下，闻到那个清新的空气的味道多好，多舒服哈。然后我那些台湾同学呢就完全无动于衷啊，因为80年代的台湾呢、啊，反而羡慕香港那么经济发达前进。他还跟我说：“哎呀，我们这里都香巴味道，偶尔反而经过一辆汽车有汽油味道，我们好高兴，还不拼命呼吸啊，吸了汽油味。”现代文明的气息，没错，要感觉到了。以前把烟囱都歌颂嘛，哎，就是这种感觉。我小时候也是使劲闻汽油味，对，他们觉得啊，经济发展就在前面，美好的明天哈。那整个背景不一样。那后来我离开台湾有一段时间去了美国读书，我先去芝加哥大学读书哈，在那城市哈，哇，那漂亮的不得了，高楼大厦。可是呢，很多大楼呢都是那个大的砖头啊，是砖头浪来弄的哈。可是整个设计是那个非常古雅的感觉。我记得有一天哈，在芝加哥整个城市的走动的时候，等着晚上去吃饭看电影哈，一边走。天气慢慢冷了，秋天冬天的时候，我在那个高楼大厦用手去摸那个大楼的砖头的时候，我突然感动了流眼泪哈。这样说起来有点肉麻了，20多岁大男人在那边流眼泪，为什么？那时候还没有塑化剂，对不 对, 对，因为感觉说哎，这种大楼就香港没有这种感觉了嘛。这个你觉得永恒在那边，它记忆到整个美国经济起伏 的那个不同的年代，然后呢感觉说就是那种伤春悲秋的感觉嘛。哎，我是过客来读书2年3年4年哈，这大楼永远在。以前我们中国哪个学者来过这个芝加哥读书，来摸过这个种种的感觉，想起白先勇的小说芝加哥之死就是啊，那种因为我们来自香港哈的不一样。后来我把这个流眼泪的感觉跟我在美国芝加哥的同学讲，他们也是笑，也是觉得他们已经无动于衷了哈，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当年台湾的同学笑我，感觉去到郊外，觉得非常清新空气一样哈，那背景不一样。上海现在就是个活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你就是个建筑博物馆。你在黄浦江边上，你看浦西的墙，就是巨大的石头做的。那就是上个世纪，就是我讲的欧洲的石头的感觉。由于殖民主义是坏的，但是留下好东西。你去看看海关大楼的这一排建筑，现在 Waldorf 酒店啊，这个汇丰啊，这个旧大，那个都是大块大块的石头。你走进里边的大厅里边，这个房子都是石头的。你对面浦东，那就是后现代的，全是玻璃大厦。啊，炫耀眼，对不对？所以在外滩呢，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景观，就是内地到上海旅行的人，全部站在浦西，眺望浦东，发出感叹。而来外国的游客呢，倒过来看浦西，说哇，在中国有一条欧洲的街道。哎，所以我就说啊，这个人是不能不受影响的，人是环境的这个产物，对吧？还是我说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墨者黑，对不对？你周围如果都是永恒的时候，人是什么样，对吧？那么你周围都是一些个塑料，你看塑料的特征就像你说的，它可以随意塑形，随便组合，然后呢很易朽易坏，
马上就没了，说没了就没了，变幻莫测。那么你觉不觉得人的这个性格、思想、感情，难道不是这个的产物？就是说，在血液里头你有塑化剂，实际上从整个环境给你的这个观感里头啊，你得到了一个什么？就是你看这个快速变换，这个布景啊，你现在一个从北京从小长到大的一个孩子，他看到的不是永恒啊，对，他看到的是变幻莫测，嗯，哗哗哗哗哗。全变了，在香港是最典型的例子。香港的经济就是要不断的转型。我来的最不习惯就是我们原来的校长跟学生就是说，你们不要期望一份工作做到底，你们要转很多。因为我脑子里觉得，我很少受的教育就是说，一个人一辈子得钻一个洞。嗯，你钻这个洞才有可能出成绩，你要多钻几个你就根本做不了事情。可是香港的教育不是这样，那人的工业大家都在转换。最近有一个例子我告诉你，我看了以后他的报道我的读法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有这个三格子四格子，香港那个很多这个DVD 啊，不是有没有格子，不是四载三载四载吗？打马赛克三载四载吗？三载四载曾经在香港，在香港的很多商场剧烈的争斗，很多什么什么会什么会，那些帮派为此争地盘流血，警方专门成立什么科来做调查，多少年的战争最近没了。为什么？就像你讲的这个塑胶时代，为什么？因为最近从韩国进来的这种记忆卡，一张卡几十块几百套，把三格四格的所有的店铺在香港现在刷没了。而且你看这个经济你怎么石头啊？对，你这个石头放哪？你做的工业，你的安身立命的东西就是随时可以去。而且他们有这个高手啊，都能把这个格仔啊给解开，把马赛克解开，那叫嘛？对，就像子东说的那种卖色情光碟的店啊，工业就没了，对啊，剩下对没有整个工业啊，就剩下几家，这叫香港一些老区。有人做过报道去采访，那谁去买呢？他说来的客人平均年龄都是65以上嘛，你给他一个记忆卡他也不会弄，对，就只是慢慢来挑，而且怀旧产品了，对，而且他来了好久了，挑了5个钟头才挑两张光碟，他到那个年纪要那么多光碟也没用，都是脑溢血的诱发因素。塑胶时代，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徐老师，我们大学里现在也进入塑胶时代，怎么讲？你在大学里，你假如说花好多年功夫，我研究文心雕龙，啊，我研究汉书，我研究史记，那是石头时代，啊，那你就盖个房子准备几百年的，或者说你是研究鲁迅啊，研究张爱玲啊，那就盖木头房子。现在的流行什么？影视专业，电影。动漫啊，日本动漫啊，用文化研究的来啊，电梯在这个象征什么什么的，那不都塑料吗？而整个学界现在从上面指导政策，还鼓励这种要新学科，要创新，要为学生也感兴趣啊。你现在学生要他选修一门文心雕龙，一门电视影视什么什么研究，他全都奔着这个影视研究，就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见效快啊。这个又有趣啊，塑料房子便宜啊，哎，对，宜家家私容易搬呐，见效快，见效快。这样说有点瞧不起他们，我觉得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主流学问嘛，所谓现学嘛，主要感兴趣的方向。最主要的，我听子东刚说的，我们也深有同感，是整个政策会来影响。比方说，你说研究一个文心雕龙，研究一个经典的作品的，或者说理论的时候，你需要时间嘛，不是3年6年能做的。现在所有你是大学校长，或者说你是教育局的人哈，我跟你申请那个钱，你给我，要么就不给我，要给我的话，我1年就要交一个小报告给你，2年交个中报告，3年交个大报告。那我没有、啊、交不出来，到时候合约都不跟你续。对，我那个个案我要研究，我那个经典我也要研究6年的，你就不批了，那我只好挑快的了。对，而且呢，它不光是快，是个表面。现在只要做好表面，
做好包装。你比如真材实学啊，就像是这个，比如说木头，什么黄花梨啊、紫檀呐、啊，木头的特征是芯儿跟外头是一样的，对对对，对吧？现在这家具，你看你里边三合板，你外边贴木皮，你要什么松树纹就能有什么松树纹。而且你看，我就为什么我说这个塑料时代啊，包括明星的脸。明星的脸有几个是真的？不是，不是，差不多啊，大部分都是真的。就是一个脸呢，你看那个画报上，他们这打扮就像是一个不承认自己本来的长相，你可以随意造型。你知道这方面有一个隐喻啊？最近有个新闻，韩国的一个20岁的女孩子，你知道吗？就是家里人劝都不听，十几年没有卸过妆。你想，韩国就她为了美呀、啊，浓妆晚上都不卸，十几年没有卸过妆。结果呢，一旦卸下这张假脸呢，里面是一张苍老的像老太婆一样的皱纹的脸。这女孩姓裴吗？好像是。而且我们现在还有明明本来是石头还要贴一层塑胶，真维斯楼啊，建福宫啊，这就是本来是石头的东西还要贴一层塑料，更惨。那个真维斯给钱的、就是啊，就是有、